本节目由暴走漫画、暴走日报提供。暴走恐怖故事，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。感受黑暗的旋律，体验恐惧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古尼玛。随着第二季开播到现在，我们也正式迎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。第三季，我们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大家更精彩的故事。好了，最后仍然为大家奉献一部精彩的故事。今儿是清明节嘛，烧这么多的纸钱，还真以为死人能收到啊，白痴！到处都是，还让不让人走路了？死了还烧钱，我全给你们提了。活人钱都不够花，还给死人烧钱。怎么把你们小钱踩几脚不服气啊？一帮死人还想把大爷怎么样？刚才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啊！想吓老子？老子才不吃这一套！都是纸钱，这破地方过什么清明节啊？妈的，到处都是！这这不是正是我刚才踢散的吗？啊！我什么时候又转回来了？妈的，往回走试试，先出去再说。谁在说话？别装神弄鬼啊！出来，快出来！今天酒喝太多了，奶奶她出现幻觉了。Surprise！ 多谢各位关注恐怖故事，感恩。好了，今天的暴走恐怖故事就到这里，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，或者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的，可以发送邮件到屏幕下方的邮箱，当然我们并不一定会回复你。你拉屎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看《暴走日报》。